我们来看一下国外的名单收集系统，他们都怎么运用他们的影片来让消费者在网络上容易填写他们的表单。好，我们看一下，它左边一般都会有一个影片，然后这个影片呢都会做得很生动吸引人，然后在右边呢，这边它会告诉你，你可以免费取得更进阶的影片教学，只要你在这边填写你的 email， 然后点选这个 get your free video， 得到你的免费影片。好，我们再看一下怎么样会到这个地方来。好，这个时候呢，我在这边填写了我的 email， 然后我按下了这一个按钮之后呢，会得到什么结果？看一下。好，就是这样子。一旦留了你的资料之后呢，它就自动把你引导到另外一个页面，而且这个页面呢有它的一些相关的自我介绍，我们来看一下它怎么做自我介绍。他会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他会再做一下他们公司的介绍。好，其实他的介绍蛮长的哦，我只是截取了一小部分而已。他在影片里面呢，很详细的介绍了他的家庭，还有他的家庭生活，还有他的居家的环境，甚至他的法拉利跑车，还有他的事业。他其中还有录到他的机房，他们的云端系统哦，因为他们是在卖一套云端的设备，在卖那个架设网站的虚拟主机啊，还有电子邮件的行销系统哦，所以他把他们的工作环境也都有拍下来了。然后最后才告诉你说，哎，我们要怎么样加入他的团队啊，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样购买他的商品啊。然后最后呢，你会再看到他这个影片的下方呢，我们再继续看一下他会秀什么东西。好，底下这些呢就是他们的产品，然后他把他的产品都写在下方，最上面他是用影片来做介绍。那下面呢，就开始描述它的商品的特色有哪些，还有它这个影片其他人的影片做见证，还有它的商品跟其他商品的比较，最后呢才有一个加入购物车的按钮，然后按了加入购物车按钮，就会出现这一页，开始去注册一个自己的新的账号，然后跟他购买。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影片它所做的一些详细介绍。